你宰什么？不一定算宰什么漫画？就是用手机。我宰家庭教师。我宰了东京事情。我都宰到很长了。我两三。够了吗？自爆天使，赞！啊，我的头发好糟。你要介绍一下你的头发目标吗？我的头发要对，看一下我脖子怎么硬。要可以让我看一下，要可以甩到边。好，没有。好，回来了。刚刚在干嘛？他脖子毛，全毛。对。肥宅男。不是有多肥宅？我在打关卡，不要吵我。你也在打关卡吗？没有，我在整理背包。哪一种背包？这种啊，这是这种背包，虚拟的背包。他的背包可是有500。你看黄林雅哥，哦，脸好大，被自己吓到。在这里啊，放不大。你可以用手机指他们。这里，好棒。那我指到阿姨了。我们现在在哪里，浩真？我们现在在特洛伊古城。你确定吗？等一下，这是腐烂的吧？这腐烂的后面那个是吗？古城的部分在，应该不是吧？他说，我是浩真，我们现在在特洛伊。你在录影哦？对啊，我在录影。我是林雅。你不是今天主持人，你们会打码。冰淇淋。Hello， 我是林雅。你要教大家如何选购吗？可是他没有写价钱。他没有写价钱吗？38,000。哎、欸，是 Magnum 哎、欸，怎么到处都是 Oreo 哎、欸？看起来就是，你不是说都是预想得到的口味、啊？你不是说印尼有一款那个保险套叫 Magnum？ 美国还有 Trojan。我怎么不了解啊？我们现在来大家 Magnum 就是大的，对，就是 Magnus 啊。来带大家逛一下。冰淇淋。哎，那个代理值班主持人怎么样？土耳其的物价简直就是一级棒。哎，是只要乘以多少？八。一堆，完全不在状况内的人。好便宜哦！这么便宜吗？1.8块的话，那里面在装的时候，哈哈哈哈哈，都在印度啊，那也是印度，所以都是这种，也是走这种东南亚路线，对啊，穆斯林国家意外啊，哎，哇，这个分带好大罐，中间那一罐，这好适合你哦，最近问了吗？他们下飞机的时候说，就是个味道，穆斯林。哥说这个卡片你带着，好，我只有一张，好，我留给你。那如果说您这边这个先回来的话，那我敲敲门我就可以进来了，这样子。好，等我吃完饭之后回到房间敲敲门呢，打赖给他没接也没关系，我就站了15分钟，我就发现啊，奇怪，我们这个房间的门缝怎么有点大、啊、还会透光进来。我用手指轻轻一推，我们这个一凡哥哥连门都没有锁哦，完全是一个大拉拉的一个状态，非常棒，非常棒，就应该是这种一个贴心嘛，对不对？
真的很棒，真的很贴心。对，他宁愿自己所有的家当全部被偷走都不担心，他也要让领队可以这个顺利回到房间。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？谢谢一凡。所以我今天早上一定要请大家先摸摸自己的护照。我很担心大家都跟一凡一样。你要洗土耳其语吗？为什么听起来有点变？对，是这个角度有点变，超大。外面可以。我们让陈立章来发表一下。陈立章，你觉得昨天那个玉像什么？什么像？像安养院。安养院玉。所以会有吊床外床，一直这样吊起来。我终于体验到长照中心老人平常都是什么感觉。有人说我洗过，就一群印尼的，然后在帮你随便泼水，然后两个人在聊天。然后他说叫我洗就好了，聊天先洗啊。然后把你沾过来的肌肉，对，还吃用过体育豆腐，然后都在贪功过体的肌肉，都没有在管我们。我收30元就好吧，我也是印尼的、啊。哎、欸，那我还要给你洗。30元。不过你整个被盯上了，他可能在那边饥渴太久，可能都有一个小鲜肉过来，吃，只要客人点头就后面，就会变变吗？下一道服务，extra， 然后帮你翻过来的时候就直接脚拉起来，啪是这种，这个什么意思啊？脚底拉起来，不，不会啊，过年期的这。你是小腿后面，他喜欢你的腿长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他们是发什么？发内裤给你？没有，没有。他们叫我们穿内裤，穿我们自己的内裤去，然后，然后就泼湿。所以我内裤回房间就是精油。哈哈哈哈哈！然后泼湿的，对，整件湿的穿回去，然后重新洗澡。对。我就不懂你为什么去之前要洗澡，然后他走完先把它洗干净，重新洗澡。我之前在印尼去做那个油压，他是发一条那个白色的纸内裤，然
然后白色纸内裤，你知道它那个油抹上去之后就透明。欸、就是他整个 naked 在那个，所以穿那个王轩昨天那件也很透明。王轩昨天那件，没有，他是故意穿透明的。没有，王轩的内裤，王轩内裤，我是被花花西就吓到了。我也是穿透明，谁知道要穿透明？他是把我的头把他两腿跨下去，主要是这样两腿，然后手这样按我的背，然后我心想，哎，你怎么知道你在跨起来？因为我量他的量这里夹进我的头，你知道吗？我靠！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。你那个好怪我。你不能坐在我的屁股，夹我的屁股吗？我的没有，我的没有，只有他。是量这里夹吗？陈一章，陈一章那，陈一章那里被夹在哪里？很明显啊，量这里就是他没有夹啊，他没有夹，直接站着按啊。没有，他就坐到我头上啊。你的问题啊，我坐到。就走到你旁边这样按呢。You have a news。这张图，这张图好笑。Ah!